盘点我的世界最菜主播。鉴于经常有粉丝宝贝让我玩一下我的世界，所以今天一泰就要挑战一下从来没玩过的沙盒游戏。章已经建好了，三一泰冲呀！哎呀妈呀，这熟悉的界面，网易大战到哪儿都不放过我呀！你不是客地吗？看你证明，冲呀！无情插掉啊！这黑煤球是我。这天一黑你不刺呀，我都找不到你。可不是咋的，看这个白的符合我的气质。虽然我第一次玩哈，但是我可是做攻略的呢，得先去找一个地图。叮叮叮，还是免费的适合我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大显身手了。我的米饭已经盛好了。你啥意思呀？你说我下饭呗？你等着，我秀翻你。哇、啊，真香啊！那指定是你搁后边推我。看我再来。能把坑避开了吗？哎，我真是个天才呀、我还能在岩浆里游泳呢。烤的三姨太能好吃吗？你不懂了吧，那岩浆里游泳它暖和。哎呀呀，我都会跳高了，无师自通，我真是个天才呀。但是我该干嘛呀？我穿越这片沙漠找巨镇的祖国。好像不太对，这应该玩点啥呀？有没有人能来教教我呀？你可算了吧，就你那智商，我看没人能教会你。他又没小瞧我，宝贝们，你们告诉我，怎么能做个锤子？我要去揍